国道酒驾肇事，想逃北坡上衣，驾驶竟是台中警员。我没叮当，不要抓我啦！男子十九日凌晨酒驾肇事，酿成四车连环车祸，前一秒才保证不会跑，下一秒就自打嘴巴。上衣在拉扯过程中被脱掉，男子打得赤膊耍赖，一看就知道喝了操醉。有过夸张的人居然是个警察。就公交的能捞就捞，能混就混，大家来拖垮这个政府。哎，你也不要真的听陈根清乱讲，手铐还掉地上，被俩包是警察逼的，其他员警来抓你，政府形象都被你拖垮的啦。实测的结果也超过那个规定，我们在现场就直接就给他上戒据。除了移送法办，警方还要将他调职，但民众无法接受。哪一个单位这么倒霉，要接受这样的人？直接免职再判刑了啊！知法犯法变成过街老鼠。地方中心台中报道。